大家好，今天是2020年的8月22号，星期天。今天我们又在这个小菜园里边看一看啊，好久没拍了。有些网友问说，这个到底长得怎么样了？是不是该丰收了？我们来看一下啊。这地方长的是个冬瓜，本来是用一个塑料袋兜着啊，又怕塑料袋限制它的长大，所以用这个塑料绳稍微松垮垮的把它挽住，挂在这个篱笆上不是很方便。然后呢，另外一颗冬瓜啊，它原来就长在这儿的嘛，长在这儿以后它就顺着这儿长长长长长。哎，在这儿，这是冬瓜哦，看起来是不是很像西瓜？挺大的一个了，是吧？这挺大的一个。然后呢，继续向前，它有点想往上爬，但是没有支架，所以呢，我们不管它，让它继续长。最近呢，雨水比较多，我们也没怎么。你看这个西红柿长得还可以吧？西红柿长了不少，而且个头也不小，只不过颜色还没发红。哎呀，这些都是豆角啊，豆角长得乱糟糟的。好，看一看这边的无花果怎么样。无花果也不少，这边还有西红柿。这边的西红柿那个头小一点，是不同品种的。哎呀，黄瓜、丝瓜长得乱糟糟的。这种小西红柿啊，小西红柿，这些小西红柿个头不大，长得还比较密集。小黄瓜，这都是小西红柿。这下面还有很多小西红柿。哎，大概就这些了，那边我就没拍了。好，今天先到这儿。